这里钓鱼了。前几次我钓了鱼，都是那个杆啊，都钓断了，断裂了。我婆婆说我真的败家子妹呀、啊。今天我就拿这个来钓，开始吧，就在这里了。这个木棒，再大的鱼我也不怕它断了。你们见过拿木棒来钓鱼的吗？今天我就试试看。昨天我去赶集，走过那个渔具店，我就问老板有什么钩子能一次上好多条鱼的，他都帮我介绍这个。你看看这个老板介绍给我的，今天能不能上货，我也试试看，还是用蚯蚓。注意哦，开始吧。好多的钩，2、4、6、8个，哎，还有一只还钓过了，哎，这个老板我都忘记看了。昨天我来钓的几十个，都几十斤，跟我都一次钓的一个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被这大鸟发现了，你看。跟我都一个，木棒都钓的鱼嘛，还要钓干来，干净好钓干来。大家不要见笑，大鸟说这木棒就能钓鱼啊，厉害！我看见我钓了一只，他说。你那木棒就能钓鱼的，你真的是，大家不要见笑，大娘也笑我了。你给那块肉，放长凳，倒那块头，大娘不要得了，拿那个小钓竿来，你看，看来是大娘，大娘说的。他来都给你了，他还没泡走嘛？放条竿长凳，那块用水兜，那块溜水兜，你看，泡乎乎的。哦。那块流水刀有泡，你看这边流水刀有泡，你没见？谁？你看，你看，真的白，你看这鱼真的太有力气。下次我要拿那个钢线来做这个才得。你看，这都断完了，怎么办？你看脱了，你看。哦，刚回去拿着钩子来，太可惜了，刚才那个。我去群里跟你去，那老板娘给我的。现在我还是用这个，还是用这个木棒。我看它跑，它往哪里跑？搞好了，刚刚跑回去，拿了这个钩子过来。大家不要见笑哦，开心就好。开始吧。最笨的这种方法，因为我的鱼竿都被那个鱼扯得，我的竿都掉。断完了，刚才我这个那个爆炸式的钩子都被它拖走了，因为可能我笨手笨脚，逃得不够好。耶，是不是吓住它了？来了，看，嘿嘿，还是这个厉害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白白高兴。你看，我的蚯蚓都吃我的完了。嘿嘿，
吓着这鱼儿了，都跑去草丛里躲着的。今天这上了两条，一条比这条比较大一点，把我的那钩钩钓钩拖走的，只能还有剩下一条了。给大家看一下鱼货，我这木棒钓竿吓着它了，可能跑走了，这只能得一个也够吃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老霍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喜欢老霍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